上午给你打的电话怎么现在才送过来？对不起对不起啊，上午啊那个送水的车坏了。行了行了，赶紧把桶换上。好好。没想过这样的结局，爱到最后会是你一定要等我回来啊，等我赚到钱了我回来娶你。知道了，你在外面要好好照顾自己，不忙的时候记得给我打电话，我的电话号码你别弄丢了。放心吧，不会的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是我的私房钱，你拿去用吧。哎呀，你还是自己留着用吧。拿着快走，不然我妈要来了。你一定要等我回来啊，等我回来娶你。总是遥遥无期，爱到最后却化成了泪滴。如果今生做不了你的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就让我小曼，杨小曼，你给我站住，把水换了再走。甜蜜忘了我们朝朝暮暮的点滴，如果今生做不了你的唯一，就让我在来生的路口等你。如果爱不能走出回忆，就让我做你的红颜知己。给，这个你拿着。我不需要你的。小曼，你是不是还在恨我？当初你说过会给我打电话的，为什么这十年以来我一个电话都没接到？你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吗？小曼，对不起，当初我在车上睡着了，包被别人偷了，手机号码也丢了，当时我想着回来找你的，可是你回来的车费都没有。那后来呢？你成功了，为什么也不来找我？你答应过我的会回来娶我，结果呢？你让我苦苦等了十年，浪费了我十年的青春。你现在倒好，成功了，可把我也忘了。当初我去找过你的，可是你妈妈说你已经嫁人了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下定决心要忘记你。一开始我妈就不同意我们在一起，她的话你为什么信了？小曼，都怪我。这个你拿着吧，你以后要是有什么困难的话随时来找我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我不会要的。红颜知己，如果今生做不了你的唯一，就让我在来生的路口等你。如果爱不能走出回忆，就让我做你的红颜知己。如果爱不能走出回忆，就让我做你的红颜知己。如果爱不能走出回忆，就让我做你的红颜知己。老板，你们这最便宜的粉多少钱一碗？哦，最便宜的鸡蛋粉10块钱一碗。可是老板，我这里只有3块钱，我能不能不要鸡蛋？我拿这些瓶子跟你换一碗粉。不行不行，
没钱吃什么粉啊？赶紧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老板，给他煮一碗辣鸡粉，我买单。哎，好嘞。谢谢大哥。没事，你坐着等一会儿吧。来，你的粉好了。谢谢。大哥，我可以把这碗粉带走吗？可以啊。哎，等一下，老板，给他打一下包。好嘞。来，你的粉好了。谢谢。谢谢大哥。不用谢。哎。哥，我买到吃的了。妹妹，你这东西哪来的？哥从小就教育你，不是我们的东西，你不要去拿。哥，这是一位好心大哥给我买的，你快吃吧。小姑娘，这位是？这位是我的哥哥，小时候发生了意外。我哥哥他为了救我，双腿受了伤，现在连眼睛也看不见了。那你们的父母呢？我们没有父母，我和我哥哥从小在孤儿院长大。之前有位好心的爷爷收留我们，可是现在爷爷不在了。就只剩下我跟我哥哥相依为命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。老板，给我拿个打包盒，再拿张纸和笔。好嘞。小姑娘，你们两个人吃一碗粉怎么够呢？这是我让餐馆老板又重新做了一份，来，你拿着。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客气，小姑娘，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谢谢你眼神的坚定，谢谢你我半生愿意每一步靠近。姑娘，虽然你们现在过得很辛苦，但是你一定不要放弃自己的学业，因为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。这张卡里有20万，密码是卡号后六位，你以后的学费还有你哥哥的医疗费我全部承担。如果不够的话，把明天上的电话随时跟我联系。你要相信，生活没有过不去的坎，你们的日子也一定会越来越好，加油。你却不管我飞翔在乌云之中，你看着我无动于衷，有多少次波涛汹涌在我心中。